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丁丁。今天的这影片要来讲《天堂 W 站在巨变之中》，全新特有职业即将诞生。2024年5月16号全面改版。那这个全新特有职业的主视觉是一个站在冰天雪地里面的肌肉巨人。那这一个角色，我在想可能是类似晋升格斗家吧。DDOW in Taiwan 在2024年5月10号礼拜五的时候晚上8点会进行改版直播。那这个直播的职业就是公告这个全新职业，它看起来是一个拳头，所以我在想可能真的是跟晋升职业有关系的。那这次的改版叫做特有职业嘛，那有可能会跟上一次的枪手一样跟某个作品联名，枪手是跟 Gungrave 联名的，那这一次这个拳术师到底会跟什么职业联名，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那这次的直播内容会在5月10号的晚上8点这边进行，台湾时间就是晚上7点啦。那这个直播的影片会在天堂 W 官方 YouTube 频道这边播出，台日韩三地同步。那我们就敬请拭目以待这次的改版直播还有全新职业的内容吧。好，我是丁丁，我们下支影片再会，大家拜拜。It's gonna get personal.